働いてしまう。法师说不是三小年要到台湾来盖法莲寺，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他来盖这个法莲寺的。我是让他为我来。他是为我来，从他为我来。先生，我僕のために台湾に来ましたと。嗯。为我。对不对？他呢？他阿弥陀佛呢？法蔵菩薩となって。有个果缘呐、啊，哎，同果相因。嗯，同果相因。嗯。那对，那对，我做我那那对阿弥陀佛那对菩萨那对哦。哎。那对，それからずっとこうあちらこちら行っておられて。嗯。那对，嗯，那对，でですね、この日本でですね。はい。今から400年。嗯。我是说呢，这个阿弥陀佛是现闻法藏菩萨，然后有这个无量寿经出来啊，这个是从果相因哈、啊。那么呢，这个阿弥陀佛呢，他就说，他为了要度化众生呢，在日本呢哈、啊，八百年了嘛，四百年前，嗨、啊，四百年前，嗨、啊，四百年昔のね，嗨、啊，仏像になって，嗨，日本におられて，就说呢，阿弥陀佛他在四百年前呢，成为佛像呢。到了日本了、嗯、那么听完上老师老师他们还没有讲完、嗯、所以说了呢、今から、ちょうど50年も、50年ほど前にね、然后在这个这就是400年前呢、就是做成为佛像的这尊佛呢，在50年前、在50年前、これが私のところへ到50在50年前到了老师家里这尊本尊，哎，爷ですね。哎，到老自己到老师家里去了。この家とともに、哎，我在どこ来た？啊，就是说他连那个佛坛有没有一起到老师家里去？哎、嗯，就是那个家，对，这个佛像就是我们现在放在那里那个那个本尊，那本尊是啊，等一下，四百年前的绑黑的变成雕塑的佛像，哎，对，然后在50年前就自己到老师家里去了，变成中老师家里面，对，就是那个就是给了要给老师供奉，给老师供奉，变成给老师供奉，对，就是别人来请老师来供奉这样，你双方不知道呢。モデルにして。啊，但是这时候的四百年前这个佛像，因为以前日本他们是画像。画像。嗯、画像。これを模して。哎。今度はこれは小さい。哎。他的画像差不多这样子而已。哎。これを大きな佛像。哎。大きな佛像。对，是这尊，哎，这尊佛像，哎。これを大きな何か何何千個するのか。那么呢，就是说我们法莲寺这个本尊是日本一位老菩萨呢。这个，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到台湾来，受过台湾人的恩惠，他要回馈，所以他发心来做这尊佛像，要送给我们那个法莲寺。所以他这尊佛像是这么大而已，但是以他为模型呢，其实就是就把它放大，对，把它放大的，是那个里面是青铜做的，外面是铺金，哎，那这佛像有多大？真的佛像？真的佛像这样大而已，就切瓜那呢？今から400年昔の日本の400年なんが50年のほど前に私の家に来てくださってそれをこの曽我庵でで来てるたら日本の人が台湾にお寺を建てるんやったら私がこの仏像を作りますってこれをモデルにしてねで大きな金動物を作ってくれたそれがこれなちょっと前面の前面の那么呢，这尊佛像它是就是用画的嘛哈，就说这尊佛像来到老师家之后，塑像那是雕像还是画像？画像，画像 ，A 肉画像，用画的。这尊是画像。对，画像啊，就是以它为那个。为那个文样本来塑这个佛像。对，哎、那么这尊画像呢，它这个因为是画的，是用纸嘛哈，它的那个。很容易脆掉。这个老师他就说，老师原无故就是头痛啊，可是不晓为什么头痛，看医生都没有效啊。那么他有一次清理那个佛坛佛那个的时候呢，发现那个
头佛像的地方被蛀虫蛀掉了。哦。啊，拿去给佛家老师头痛就好了。哦、就这样子。就这张这张像。对。哎，对。太久了啦，这是太。我用笔在那里，用笔记上了，记上了那个。破一个小洞哈。对呀、啊。我心中啊，没有个，没有个这种观念。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その辺がやっぱり良くなって。はい。だからそれをきれいにしてもらって。对呀、啊，所以就说他会，哎，就说这尊佛像呢，他就是说跟老师来电呢、啊，就是说那个佛像，比如说他这里脏掉，老师他这里就不舒服，这里被头做掉，老师就是头不舒服哈、啊。然后我们要就是要拿去给人家做那个模型的时候呢，拿去影印呢、啊，好，因为如果拿去的话，你放在那边，老师家就没有佛像了嘛哈。要让他去影印不出来，啊那样看不出来、啊，对，很奇怪，就是好，而且那个影印机还是新的，是那个可以印彩色的，有没有？他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让影印没有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拿本、拿本身的东西。是。だからこれはね、コーンの九万七千。はい。九万七千。コーン実情の。はい。仏が。久遠時辰的阿弥陀佛、佛菩薩となって、阿弥陀仏に十光浄土でしょ。十劫成道。十光に浄土されたんですよ。そしてさらにそれがざーっとね、縁になってまでこう来てくださった。啊，他为了度化众生呢，哈，成为这个画像，然后现在成为这个铜像，然后到我们台湾来了。啊，当然是。啊，然后又因为这个因缘，你又到了你的心坎里面去了。嗯，反正このお堂ができたらどうぞ。よくお顔を拝んでください。老师说我们法律是盖好，欢迎你常常来。だからね。好，来礼佛哈。仏の因縁。老师说这是佛的因缘法。我的本怀说了，我的本怀说吧。佛的因缘不可思议。那时候决定他参与。我们五年前。